有邊位有問題？好啊。係。覺得今年呢個競投嘅氣氛點樣咧？即係睇到話 B 檔同 C 檔嘅快餐檔咧，都比舊年嗰個價格高，亦都有濕貨嘅檔咧，係即係今年係70,000+先投到啦。你覺得嗰個價格係咪比上往年高嘅反應？其實今年嗰個成交價呢，如果我哋睇翻個 A 檔快餐檔呢，就係、是、比嗰個底價呢就有39%嘅升幅嘅，而比去年個升幅呢亦都有輕微嘅4%嘅升幅。咁、而兩個細啲嘅快餐檔呢，個成交價呢就係、是、比今年嘅底價啦，或者係去年嗰、那個成交價呢，都有超過1倍嘅升幅嘅。所以我哋睇到競投者對今年嘅市道呢都係會比較樂觀嘅。咁尤其濕貨檔啦，咁就呢花檔呢就係、是、嗰個成交價都超過70,000啦，咁就比其實同去年相差都唔大嘅，因為去年嗰、那個最高嘅成交價呢就係、是、87,000咁上下嘅，所以都市民即係呢個競投者對個市道都係即係審慎樂觀嘅，應該都係。其實如我咁睇咧，就係主要就係舊年嘅成交價係比較低啲啫。咁如果再對翻過去2014、2015、2016年嘅成交價咧，都係相若嘅，就唔係太大嘅分別。其實呢、這個問題呢就是、主要政府我哋食環署啦，就係、是、呢、這個年宵花市嘅場主啦，同埋有關嘅主辦單位啦。咁我哋唔希望喺場地裏面有啲任何嘅差池啦，因為呢、這個年宵花市呢都係普羅大眾參與嘅活動呢，都係一個歡賀過年嘅日子呢。咁我哋唔想喺裏面造成混亂呢，咁我哋都有相關嘅規則喺呢、這個鏡頭裏面嘅。咁如果大家睇返嗰個鏡頭公告呢，我哋都將嗰個鏡頭資格啊，即係鏡頭人士嘅資格呢，就係、是、上載喺嗰個公告裏面㗎啦，咁大家可以參與返參與。我哋誰因為老實講其實政府咧就係、是、對一啲港獨啊，或者係呢啲咁嘅活動咧，我哋都唔贊成喺呢啲政府舉辦嘅場地裏邊進行嘅。咁所以呢度我哋都會就住有關嘅問題進行檢討嘅。提倡一國一制咧，係咪都唔同意？一國一制，即係有啲人可能提倡一國一制，咁佢喺套憲制嗰邊係咪都唔同意？這個最主要我們就是希望在那個年宵花市裏面呢，都是做回一些歡賀過年氣氛的情況，那就盡量是避免一些政治的活動在裏面。那但是具體裏面的執法真的是讓你投到，剛才再表示他們賣的東西，其實是你投標已經有一定的實施。其實我們所有經投呢個年宵花市嗰個資格咧，就喺我哋嘅公告裏面咧都上載曬噶啦。咁大家可以參閱翻呢啲所有嘅條件咯。即係會唔會有某部分人可能以前投過，佢係即係可能最後就你哋懷疑會有呢啲嘅標語，你哋最後唔俾佢哋去辦佢哋嘅年宵啦。今年佢哋會係 backlist 我哋。我哋都會參與翻一啲以往嘅記錄啦，咁就如果睇下相關嘅人士咧有冇符唔符合我哋競投呢個攤位嘅資格嘅，咁如果佢係符合呢個資格嘅，咁佢哋都有權去競投同埋喺呢個花市裏面運作啦。嚇！呢啲個別嘅情況我冇得奉告。係，咁其實我哋今年15個年宵市場咧，都同環保署合作嘅，咁就舉行呢、這個綠色年宵嘅。咁當中有環保大使啦，咁就喺場地當中咧，就係、是、會推廣呢個環保嘅信息啦，同埋
進行一些回收啊、物品的工作嘅。啊，其實呢就我們會有環保大使在個場地裏面進行一些巡視，或者是呼籲有關的檔主呢就是在那個環保工作方面做好一點，亦都在花市完結之後呢我們有一些回收工作進行的。會不會想如果他們推行環保呢可能給他們一些優惠？是這個就我們沒有暫時沒有這樣的安排的。咁主要呢我們都是呼籲啲檔主呢就在那個回收工作上面呢做好啲啦。譬如我們建議啲快餐檔呢可以用一啲可回收啊或者係重用嘅餐具咁啦。咁亦都有可能有啲環保團體呢喺場地裏面進行一啲可重用餐具嘅租人服務咁之類嘅。咁呢個就會睇環保署同埋一啲相關義工嘅團體嘅安排啦。sorry， 聽唔到。這個睇翻今日的情況，應該跟去年我估都會相若的。今朝嗰個即係情況有幾多？有冇統計有幾多人入場？即係鏡頭咧，嗰個氣氛係如何？可唔可以？應該跟去年都相若，因為我哋統計過嗰個入場人數都有200多，咁就應該跟去年都係相若嘅。應該那個氣氛都是OK 啦，因為今朝主要就是那個快餐檔啦，咁就係唔係即係都係嗰個快餐檔基本上就係、是、都係局限喺一部分嘅人申請啦，因為嗰個鏡頭價都係比較高嘅嚇。咁、至於而家嗰個濕貨檔咧，嗰、那個鏡頭人士嗰、那個鏡頭氣氛都熱烈嘅係。是其實在這個電力的供應方面會有沒有一些改善、是沒錯是有的，咁就其實早兩年因為電力有個總制嗰、那個喺電力房係損毀咗啦，咁我哋喺跟住舊年同今年咧都增加咗嗰、那個總制嘅數量嘅，咁亦都喺嗰個電力嘅安排上面咧就叫電力承辦商咧就係、是、做一啲分流嘅工作啦，譬如快餐嗰啲攤檔咧就係、是、需要獨立嘅電源嘅，咁就希望喺嗰、那個如果有事嘅時候影響唔到咁、那個範圍唔會影響咁大咧。咁亦都我哋要求嗰、那個承辦商咧，就係、是、充足準備啦，就係、是、有關嘅一啲維修物料咁要充足嘅，咁就如果有事都可以即時作出修理嘅。今年都一度即係食環俾嗰啲懸浮嘅 LED 燈即係入場啦，即係今年會唔會有啲指引，或者係咪都係唔會俾啲懸浮 LED 燈入場？今年我哋直情係禁止咗嗰個懸浮LED 嘅氣球喺場裏面售賣嘅，咁就避免因為呢啲燈而造成一啲嘅破損壞咧。啊，以往咧就喺即係新衣館啦，即係之後可能都係會喺。呢、這個睇情形啦，因為我哋今年就未能夠成功同康文署租借因為濕白體育館嘅場地嚇，咁、所以今年嗰個鏡頭場地咧就轉咗喺我哋呢、這個政府合署呢度搞。唔係遲咗嘅問題，主要係康文署覺得我哋嗰、那個人數咧未必符合佢哋伊利沙伯體育館嗰、那個使用嘅問題咧，咁所以人數比相對比較少，如果同新醫館嗰、那個容量嚟計，咁所以就希望我哋考慮一下一啲適合啲嘅場地咯。冇，其實我哋呢個場地擺嘅座位都超過300幾嘅嚇，咁、就暫時都 OK 嘅嚇。爭幾多人？啊，爭幾多人？
其實冇話爭幾多嘅，主要就係、是康文署可能覺得即係適當運用嗰個場地會我哋佢本身嘅場地超過3000人啫嘛，咁我哋嘅幾百人可能係未用盡到嗰、那個設施咯。但係你話呢幾今年同埋前幾年都係以人數相約，咁前幾年用醫院嘅時候係唔適當啊，都係。呢個我諗我答唔到你嚇。有問題，各位。好，唔該曬。唔該曬。